爹，你看呀，死了那么多人，就他还活着，而且还让咱们给救回来了。你说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尽力帮帮他？广东，这工作不适合你，跟妈走吧。我能找到工作的。你找这么半天了，你找着了吗？你说你带着金宝到处抛头露面，你想让人家认出你来呀？你要不给他打扮个女孩也可以呀，省得别人认出来。你来，妈说句不中听的话，这人死不能复生，日子还得过呀。我看，把金宝送到教会救济院去吧。不行，我答应过萧伯的，我要好好照顾他。他人都已经死了，你还要为他守一辈子寡呀？况且你们俩根本就没有结婚。你还这么年轻，你何必为难自己？不行，我答应过他，我就一定要做到。我知道我说这话不中听，但是我也是从长远考虑，为你好，为金宝好啊。我知道我拖累你了，我以后不麻烦你，我自己养活我自己。你这孩子骨头可真硬，我拗不过你，去不去，自己拿主意。算了，人的命天注定，不能强求啊。要不咱再换个郎中给瞧瞧？那还换啥呀？这都没气儿了。他要是个国民党兵啊，死在咱家传出去，那还了得？咱爷俩这头都得落地。哎呀，今儿夜里啊，就把他葬到后山坡，别叫外人知道。金宝，以后我当你爸爸。你怎么当我爸爸？我既当你妈妈，也当你爸爸。怎么，信不过我呀？走，我教你打枪去。保险都没开呢。好了，瞄准。彪！你怎么不打呀？我不想把警察招来。不过，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一点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开枪。肖叔叔教我的。不过你已经合格了。什么合格呀？有当爹，有当妈呀！
哎，真把他埋了呀？那，咱们往前去，到那河川河脑子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呀，爹，还活着！哎，奇迹，奇迹呀！这要一般人，他早就过去了。我觉得呀，他心里肯定是惦记着一件大事儿，想着不能就这么死了呀。多亏我姑娘摔了一个跟头，给他垫上了一口气儿。爹、啊，你就别说笑了，咱俩差点埋了一个大活人。多亏遇见了你们呐，他命里不该绝呀。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，保佑我女儿平平安安。我年轻的时候犯下了许多罪过，我抛弃了家，抛弃了我女儿，我的罪过不可饶恕。菩萨您看得真切，我女儿她有什么错呀？她那么善良，吃了那么多的苦，要惩罚您就惩罚我吧，把我的命拿去也可以，千万别再惩罚我女儿了。求求菩萨保佑我女儿平平安安，求求你保佑我女儿。都给我散开！要几个煎饼啊？我要什么煎饼？我要钱。钱？什么钱啊？这儿的地盘都归我们杨三爷管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不和我们家三爷打个招呼，谁敢在这摆摊？我不知道，杨三爷。这小妞长得还挺水灵。杨三爷，你能让我在这摆摊吗？我看你他娘的装傻是吧？怎么，打个招呼就不用给钱了？你当你是七仙女啊，还是卖笑的娘们儿？我没有钱。没钱行啊，陪大爷我睡一觉，你就可以留在这儿。对，跟我们家三爷睡一觉，这小娘们长得还挺漂亮的。你还蹬鼻子上脸了是吧？不想给钱，哥儿几个砸！哎，我记住了，明天你要再不交钱，砸的可就不只是这些了。走。找死！放下！信不信我弄死你？我不怕，有本事你现在杀了我！好，我现在就成全你，你就弄死你！你要不然就现在杀了我，要不然这个摊子我一定要摆下去。三爷，三爷，三爷，求求你了！他是新来的，不懂规矩，您多多包涵。我这就带他走，再也不来这儿。你是谁啊？我是他妈。哟，这娘俩长得都挺有姿色的。妈来了，三爷这面子得给。你可以带他走，但是今儿你这钱必须得交。否则的话，今儿你来了，走了；明儿他来走了，我这清水找事儿，不成茅厕了吗？我
这三爷还有面子吗？这里不是你一个人，是大家的。那个三爷，我们明天就交钱，你看您能不能行行好，就让我们交一个月的，他就来今天这么一回。交一个月的？这一个月可不是小数目。明儿一早能交上？谢谢三爷，明儿一早我们一准交上。哎，站住！我可告诉你，明天一早上要交不上钱，我就拉你工资做小。都看什么？站开！站开！都挺好的，不要了。喂，雨林了，明天就拉你一样多去。谢谢啊。你捡这些烂菜是喂小鸡小鸭还是喂孩子？还能吃呢。那养活小孩，你以为是养活小鸡小鸭呢？啊？大人可以吃烂菜，不吃都行，孩子能行吗？你要是孩子的亲娘，你就别害他。昨天是误会。你这是？哎，不是，我打听过了，你就是女中豪杰啊！要照在以前，你就是梁山上的孙二娘，扈三娘。我破个例，钱我不收了，但咱事儿别跟别人说嘛。这个，哎，给我来二套煎饼，二套煎饼。三爷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开什么玩笑？我这么多人呢。都得吃饭呢，啊，那是啊，对，来排队排队，快排队排。你交代的事儿我都替你办了，满意吗？你怎么摆平杨三那伙人的？刘会长，您喝茶。喝茶。刘会长，这个深夜来访，不知小弟哪里得罪了您？得罪？哪儿的话呀？不至于。是啊，你看，我说也是嘛。我杨三儿就是小打小闹，挣些散碎银两，跟你们人多势广的饭业协会可从来井水不犯河水啊。兄弟，你多虑了。我今天来呢是给你送份子钱的。份子钱？啰嗦什么？我是真的给你送份子钱的，你不就是吃这碗饭的吗？收好了。别介别介，于会长，你都吓到我了，有事您说事儿，我这都糊涂了。瞧你那怂样，就你这德行还敢抢人家黄花大闺女回去做小妾，就你也配啊？啊？这钱是他一年的份子钱，我替他交了，你收好了，从此以后我不许你再打他主意。那小娘们是您的人呢？
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吗？我，于会长，我向您保证，今后在我杨三儿的地盘，绝对不会有人欺负的。别，钱你收好了，我不能破了规矩。不是，规矩不是人定的吗？我可警告你，杨三儿，不许再打那个女人的主意。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还有，今天晚上我来过你这儿，不许让任何人知道。这，啊，一定照办，一定照办。我们走吧。啊，我送送你。哎，他娘的！这好好的，怎么惹上这帮淘大粪的了？就为了这么个女人，好几次你都差点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，值吗？值。那你怎么过去啊？你为了她做这么多，你怎么不让她知道？你应该告诉她呀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怎么去见她？行啊，本帮的事就交给你了，你办事我放心。嗯，我该走了。小白龙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我能和你一起走。开什么玩笑！你的心思我不明白吗？嗯，你早就惦记会长这个位置了，你现在该满足了吧？嗯，好，那你自己多保重。我怕有什么事情需要放诸四时来找你。粪帮的事情有我在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走了。闺女啊，修言。嗯。是哪儿？哎呀，还管哪儿呢？昏迷那么长时间了，醒过来就好啊。哎，关东，你没事吧？哎，快吧。哎，怎么了你？快吧。哎，什么？呀，爹，哎、他醒过来就没大事了，叫他接着睡啊。房子，行，去吧，就在那边玩，别走远啊，就在这门口。嗯，妈妈，你跟我一起去。行，走，去吧。啊。好好认，你看你认哪儿去了？捡回来。上面一声令下，咱们这些小卒子就得满城的找。这腿的不是腿，可不是吗？那娘俩咱们都没见过。就算另扯了嘴也找不到啊！哎呀，这小东西，怎么没长眼睛了你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孩子不注意，不是故意撞您的。大哥，咱们找的是个男孩，走吧。小兔子，注意点。想好了，把孩子送出去。
好，咱去。我这，我这。大哥，大哥，你咋的了？快，金罗，别出来。什么？光头。别开枪！大哥，别开枪！大哥，你干啥呀？大哥，爹！快吧！爹，放开我！哎呀，大哥，你醒醒！哎，哎，他娘的，你敢欺负我闺女？爹，躲开！爹，你干啥呀？让开！我逼了他。他现在不是个病人吗？刚才那是一时糊涂，把我当成别人了。把你当成别人了？哎呀，真的，爹！哎，你听他说什么了？没太听清，好像是在叫一个人的名字。广东，就这么送过去。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只有这个办法。等等，肚子饿了，吃饱了再走。你实话跟我说，你到底是干啥的？身上还带着枪。我是。我是共产党。你看吧，爹，我就说他不像坏人。要真是共产党，你咋不早说呀？早说早就得救了，不是？闺女，快去上那屋柜子里把我那个青花瓷罐给我拿来。啊，哎。这就有救了啊！爹。是这个吧？哎，这是咱家祖传的，早年间就是用它救了李自成和他的部将。别看这药丸小啊，这威力可大着呢，专治伤筋动骨。嘿嘿，哎，那年。顶不住呢，那就疼死。要是不治呢，那就得等死。啊，能听住不？放心吧，大爷。你去给他找个东西，叫他咬的。啊。不用了，来吧。真能挺住啊？爹，他能挺住。停住啊！是条汉子，是条汉子。
妈，你帮我把金宝送进去吧。我不去，他要恨我一辈子。不去，不去。金宝，走吧。不了你，妈妈，你和我在一起，以后我养你。妈妈。我们进去吧，你让我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谢谢啊。下一个，其他人在外面等。金宝，你记住了，你以后的名字叫萧科。为什么要改名啊？为了更好的保护你，一定要记住啊。那你什么时候来看我？我有空就来看你。那你一定要来，不许耍赖。我一定来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，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。当然最受荣耀和赞美，我们望着你和你在一起，直到永远。孩子们，上床睡觉吧。慢点啊。孩子，怎么不上床啊？睡吧啊，慢慢会适应这儿的。来，想妈妈啦？嗯。没有，我很好。默默，晚安。醒醒，孩子，醒醒！别怕，可怜的孩子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是答应我不想妈妈了吗？快睡吧。哦，天父与你同在，他们会替你保护你的妈妈。仁慈的天父，请你驱散这可怜孩子心中的恐惧和悲伤。睡吧，啊，睡吧，睡吧，啊。
吗？哎，你慢点。没事吧？啊？哎呀，肖先生下地了，好啊，好，多亏了您的药啊，你们练吧，练。哎，孩子们，洗澡了。走，哎，把衣服脱在那儿，我出来。哎，一个一个走啊，站着抬走，别滑倒了啊，慢点啊。你为什么不洗澡？你是新来的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不洗澡可不是个好习惯呢。你看，小姐妹们洗的多好啊。他是不是王燕儿？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！我是个盲人。闺女啊，你把咱家的老母鸡杀了吧？杀了。你多喝点鸡汤，对伤口有好处。那倒是啊，可打今儿起，咱家可就没鸡蛋吃了。爹，快喝快喝。听好了，发现什么外人，还有那边苏区的人，马上向我报告。是是是，都跑，老总。房东啊，你看谁来了？哎呀，唐莹，快坐快坐。姐，哎，姐啊，我要结婚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，新郎。
官在哪工作呀？你认识喜乐意的老板？哦，挺好的。他就是有点钱，想去上海开个馆子，我陪他一起去。啊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你的事儿了。你不是说要给你姐介绍个工作吗？啊，姐，他有一个朋友开了一家西餐厅，那正招人呢，你去肯定行。我去。哎，姐，还有个事情，你一定要改个名字，不能再叫广东了。那我叫啥呀？哎，姐，你还记得咱们喜乐意餐厅有一个叫崔楠的吗？记得呀。要不然，你就叫崔楠。崔楠。行，叫崔楠。嗯。别磨磨蹭蹭的，快点儿的动作，哎，慢点儿。崔楠，崔楠，崔楠，怎么叫你半天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领班，什么事儿啊？一会儿客人就来了，哎，到那边把那边干了。哦。小时候跟着你，风风雨不分离，逃亡路上冰雪细，你紧紧把我抱怀里。天涯海
生一世不忘记。千山记忆。